从那地区出来，喊叫说：“主啊，大卫，这次考验我吧，我的女儿对魔鬼负责，好苦啊！”耶稣一句话也不回答他的门徒，上前就他说：“请叫大主吧。”因为大在我们后面不停的喊叫，耶稣回他说：“我被派遣，这是为了以色列人当中的王羊。”那妇人前来叩拜他说：“主啊，求你帮助我吧。”耶稣回答说：“那26岁的病人给小孩吃是不对的，但是他说：“是的，主啊。”可是小孩也是主人做吃掉下来的水下啊。于是耶稣回答说：“妇人啊，你的心得真大，我就照你的愿望给你拯救。”从那时起，他的女儿就痊愈了。以上是天主的圣训。基督，我们赞美你。信心经受考验，信心得到回应。对于耶稣来说，这是一个可以对住的时机。末日即将来临，有时他希望能安静下来，为最后的结局做好准备，倒不是说他想为自己做好准备，相反，他希望有一些时间让他的门徒为十字架的日子做好准备。这段经文向我们展示了耶稣在末日的混乱之前，寻求一段安静的时光。这就绝对不是他逃跑的肖像，这是一幅他和他的门徒们为即将到来的最后决定性战斗做准备的画面。但即使在这些异国他乡，耶稣也无法摆脱人类失救的强烈要求。有一个女人，她有一个女儿。他的女儿很痛苦，给他打算要的东西。他的门徒们说，然后就调查门徒们的反应，根本就不是这杯事实假象般。对于他们来说，这个女人就是一个负担，他们只想尽快除掉他。但对耶稣来说，这里有一个问题，他对这个女人产生了怜悯之心，但这个女人是
有一个外邦人，他不仅是一个外邦人，他所以我来古老的迦南血统，他们是犹太人祖先的敌人，他必须从犹太人开始，但这是一个外邦人，在不求怜悯，他必定做一件事，他必须完成这个女人心中真正的信仰。于是耶稣最后转向他，那儿女吃的饼让给小客吃是不对的，尝一个人胃口是一种致命戒、敬灭的侮辱。犹太人傲慢无力的谈论，外邦狗以教徒口以及未来的基督教狗，在那些日子里狗是街上肮脏的井道夫，瘦弱野蛮二姐，经常有病的，但又亮剑是需要记住。首先说话的语气和表情很重要，看似困难的事情可以用令人放松的微笑说出来。我们可以友好的称一个人为老阿坤或者流氓。如何说这句话时面带着微笑，语气中带着能主调思通，又充满了爱意，我们可以非常肯定耶稣脸上的微笑和眼中的怜悯，消除了眼一中的所有侮辱的不和孤独。几次耶稣使用了古纳利亚，这是狗的昵称。古纳利亚不是流浪狗，而是小型家庭宠物。他们与那些在街上闲逛在垃圾桶里但是的贱民狗有很大的区别。这个女人是希腊人，她很快就明白了耶稣的意思，她拥有希腊人心有的机会，但是他说：“是的，主啊，可是小狗也吃主人主子咽下来的碎屑啊。”耶稣的眼睛因这种不屈不挠的信心而充满喜乐。耶稣就给那个女人他说渴望的祝福和旨意。愿我们像耶稣一样，学会以友好的方式从他人那里汲取信心。愿我们像今天福音中的女人一样，学会在生活的缘故中看到上主慈爱的瞩目。阿门。